好，现在呢，这辆车的护板呢拆了吧，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PVC 的这种塑料材质啊。但是说，我觉得对于这种四驱啊，所谓有一些越野功能的 SUV 来说呢，你一个塑料的前护板，我觉得有点儿那么不够意思。我觉得铁的是不是会更安全一些？因为毕竟说你可能要去一些不太好走路啊。然后我们往后看，它的悬挂结构完全都是铁的，只有这块呢是铝的这种材质啊。然后网上呢，有人说这个传动轴也是铝合金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呢，实际都是铁的这种材质。然后我们继续往后看一下 ，OK， 大家可以看到两侧有相对应的护板，这个呢可以减少一些托底的这种状况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车虽然是新车，但是也这个走了点烂路，已经有些痕迹了。所以说对于这辆车来说呢，你看还有这些隔热的板，可以说做的是很完备啊，从前面一直到后面真的是比很多的车做的要强。当然呢，对于大众来说呢，你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你也不能称为大众，对不对？然后两侧是相对应的护板，然后我们扒开看了以后呢，里面其实并没有做进一步的隔音，也就是说并没有做一些喷涂，可能大众会认为我有这两块护板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声音真的是需要那种泡沫材料才能够更多的去阻断它传到驾驶室里面。所以说这辆车在开的过程中，你的噪音，尤其是发动机的噪音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如果说有机会大家去试驾一下呢，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明显，在低转速的时候，1000转、2000转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强大的声浪啊，滚滚而来的传到你的耳朵里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你觉得是一种享受；如果说你喜欢安静的开车的话，你觉得它是一定是一种折磨啊。油箱的位置非常靠后啊，然后没有一个更多的保护，倒是因为它当相对而言是比较靠上的，所以说应该还是 OK 的。同样，这种隔热的这种东西呢，依然是存在的。后差速器写的是博格华纳的后差速器。后边的悬挂呢，同样是啊，大部分是钢材或者可能是铁的，但是铝材是很少的。上一代的途观呢，可能在里面会有很多小动作，那么具体里面什么样的，我们现在把车站下来去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那种之前的那些隐患。把这辆车的内饰板拆下来了啊，可以看到没有一点的隔音棉在里面，全部都是一个塑料的材质。咱们先不说塑料的好与坏啊，我觉得起码说一个10万块钱的车，它都会多少有一些隔音棉在里面，去防止一些相对应的外面的共振也好啊，是噪音也好。在这辆车对于一个40万的车，它真的就对它的车的隔音这么有信心吗？哦，别说不是一点隔音棉都没有，还是有一点的，但是它这个呢是给挤在了这个的后面，那况且只有这么就当它只有那么一小块隔音棉，因为里面的什么结构实在是看不见了，因为它是给做死的，这个是没有办法打开的。难道400亿的欠款就是从这里面一点点抠出来的吗？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车里面的横梁啊，它这个里面呢也是一个异形的结构，是在这个位置比较低，如果坐在中间的话会对人的保护会更好一些。那坐到下面的话呢，如果有侧面撞的话，如果撞得比较低还 OK， 如果说一个比较高的车撞到你的侧门的话，会直接伤害到这里面的乘客，而且这个防撞梁可以说对于上面来说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然后这辆车的最里面呢会有一点的指震板的这种存在啊，起码说从前面可以看到呢，这辆车在大家基本看不到的地方的确有一些偷工减料这种嫌疑的存在啊。具体怎么样，我们
打开后面更多的地方为大家去解答这个问题。这个呢是后面的这种护板啊，其实跟前面一样，也是几乎是看不见隔音棉的，也是仅仅是这边可能有这么一小块。其实这块不应该说是一个隔音棉，应该说是为音响去准备这么一个填充物。它我觉得它应该是为音响设计的，而不是为隔音硬件去设计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前门后门呢真的是一样啊，看来400亿真的是有希望。